年推出新专辑，首播主打最伟大的作品 MV 一曝光就引发热烈讨论。近期他陪伴老婆昆凌回澳洲娘家，就被许多幸运的歌迷偶遇。日前一名女粉丝兴奋的发文透露自己在澳洲海洋世界偶遇出游的周杰伦和昆凌，原本不想打扰夫妻俩，但刚好看见周杰伦和助理落单，就鼓起勇气上前要求合照。当时助理正准备礼貌拒绝，没想到周杰伦直接霸气表示没事的来吧，答应了合影请求。拍完照后他担心耽误天王的行程就匆匆离开了，因此在发文中遗憾的表示，如果能回到那个当下，他一定会谢谢对方陪伴了自己整个青春。天文发出后，许多网友都纷纷留言直呼羡慕，也称赞天王真的很亲民呢。